好，各位法师，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的著作《大圣广武运论讲记》啊。那么在第222页，那么也就是我们把大随烦恼讲完啊，大随烦恼讲完了，八个大随烦恼，还有两个什么中随烦恼，十个小随烦恼啊。那这小随、中随、大随呢？是因为有什么根本烦恼，对不对？有根本烦恼啊，根本烦恼有六个啊。那在讲烦恼之前，是不是还讲了善啊？善有11个，对不对啊？那讲善之前，是不是还有片行跟什么别境，各有5个，对不对啊？再加上我们最后呢，有4个不定啊，有4个不定啊。好，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其实在我们的讲义当中啊，第11页，对不对啊？第11页啊，在无畏白法里头也讲过嘛哈、啊、片行别境各有5个，善有11个，根本烦恼6个，之后有随烦恼，对不对啊？10个小随烦恼，2个大中随烦恼，8个大随烦恼啊，最后有4个不定啊，4个不定，好，4个不定。好，那么我们现在呢讲的就是这4个不定啊。所以呢，云何误作啊？为心变毁为性啊，这里叫做误哦，不是恶作啊。因为在我们的倒数2行，有没有？这里就讲到哈、啊，导师还特别注音叫做什么？误作，误作，这个是不定心所。啊，不定心所。那这个误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自己做了的事情，啊的事情呢，自己非常的厌恶而且讨厌，啊，觉得心想呢不应该去做，或者觉得说做了不对，啊，乃至呢，当时候没有做而懊悔，啊，之前我为什么不做，啊，这个都叫做什么误作，啊，也厌恶。讨厌自己啊，为什么没做，或者为什么我当时候会做啊？那当然这个就啊，后面就会讲到啊，什么状况的，为什么没做啦，或者这个啊，为什么做了啊？总之呢，已经做了或者还没做呢，起了懊悔的心啊。所以呢，为心变毁为性，有没有？它的一个特性呢，就是让我们的心呢，啊，懊悔起来，变毁为性。好，好，所以呢，这个，好，所以呢，这个变毁也就等于是懊悔啊，啊，懊悔，起了懊悔的心，那为恶为恶所作呢，故名恶作。啊、哦，
那此物作体呢，非即变回，由先物所作，后起追回故啊。啊，此即以果从因为目啊，故名物作。啊，譬如六处处说为先业，有没有？好，好，那这里就在解释啊，说为什么物所作，故名物作，有没有？好，那么也就在我们的第223页。啊，什么叫做物作呢？就是啊，厌恶所做的事情，不是说别人，而是说自己哦。啊，厌恶自己所做，啊，所以叫做物所作。物所作，也就是自己厌恶自己所做的事情，啊，觉得自己做的不对，或者呢，当时为什么我没做？那心里呢就会起了什么变悔的心，啊，是因为误作了之后呢才起变悔啊，啊，所以呢这个误作的体呢并不是变悔，啊，误作的时候，就说误作的时候呢还不是变悔的状态，也就是说是先误作而后变悔，啊，先厌恶自己做了。之后是不是才会起变悔的心呢？ 也才会起变悔的心。啊，但是呢，这里为什么要讲误作？因为这个以果从因为目的缘故啊。啊，所以呢，在本文也讲嘛，哈，由先误所作，后起追悔故，有没有？是不是要先误作，然后才起追悔？那因为以果从因为名目啊，为目哈。所以呢名为物作。好，好，那这里就会有因果的关系啊，就是说物作，我们先写在因上面，先厌恶自己所做，之后是不是才有果上的什么变悔？哦，那导师还举了一个例子，说50块钱，他说，哎，我吃了50块。其实50块是因，然后呢，这50块钱是做什么？去买饭菜。还有呢，经典里面说了一个先业，里头的六处处。以果从因啊，就说我们往往应该讲的是果，却是我们种在因上面，所以都是以果，以果从因，然后就直接讲误作。以果从因呢，就说我吃了50块，50块能吃吗？比方我们出去吃饭，然后就问说，吃饱了没？我说，人家就回答说我吃饱了。吃了多少啊？我吃了50块。50块是不是应该是因呢？其实吃了50块钱的什么饭菜啊？在223页有没有？啊，这个叫做因中说果。啊，说今天哈，啊，这里不就讲了拿了钱去上饭馆去哈，啊？那么我们就说我们吃了50块钱，啊。那50块钱怎么吃啊？钱是不能吃的，对不对？其实是吃饭吃菜，不是在吃50块，对不对？嗯，所以这50块是因，看到的现象是怎样吃了饭菜吧？哈，是吃了饭菜，啊，也就是说，先有误作，是不是才有变悔？但是重在什么误作？所以呢，以果从因为目啊。有没有？此即以果从因为目，故名误作。误作，啊，所以他的误作的体不是变悔。有没有？在223页的第5行下面说，误作的体啊，它不是变悔，
不是变毁。误作本身是不是因？变毁是果。啊，因为误作的当下呢，在厌恶自己做了这些事情，或者没做，后悔没做这些事的时候，啊，厌恶自己怎么还没做，那个时候还没有变毁。当然，它非常接近了、啊。它非常接近，但是毕竟还有前后，是因为误作了之后才引起什么变毁，所以这个变毁不是体，而是性，有没有？它的特性，啊、哦，它的特性呢是变毁，也就误作之后呢引起了什么变毁？但是我们往往会讲在哪里啊？误作，哦，误作，好。那就如同哈、啊，在224页哈、啊，还有本文里面也讲嘛，说譬如六处处有没有说为先业，哈、啊，好，所以在224页有没有像吃了50块钱，这个也是在因中说果，或者叫做以果从因，好、啊，那误作是因，那么变回是什么？是果，哎。那再举一个例子啊，这是本文上面举个例子，说譬如六处处啊，说为先业，啊，所谓的六处处呢，啊，就是我们的六根呢、啊，有眼耳鼻舌身意嘛，它这是不是叫六处啊？啊，是那个处所的处，啊，那也因为这六处会引起六处，有没有触觉的触，接触的触。叫做根相应升起的眼处，耳，啊，耳根是不是也会相应升起什么耳处？所以呢，这六处，啊，六处的这个处所的处又叫做六处处，因为眼处，啊，眼处处，耳处处有没有？鼻处处，舌处处，身处处，意处处，主要是不是就是？六根的意思啊，我们常讲六处是不是就在讲六根呢、啊？啊，六根或者六入，啊，那不管我们这辈子的这个六根或者六处处如何，是不是跟过去世有关啊？啊，因为有宿世的因缘业力，所以会成就出我们这辈子的什么色身嘛，肉体业报身。啊，当然，不只是色身肉体之外，是不是也有心理的因素啊？有生理的，有心理的，然后还有跟外在接触的什么物理的现象嘛？好，那这个是不是过去宿世的啊？这个因缘业力所成，对不对？啊，业力所成。好，那我们这辈子的引业引到人道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人道上面的六处处。啊，跟畜生道的又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呢，这里就讲到六处处是过去生中的业而有的，这应该没问题吧？哈、啊，是跟过去世，啊，过去世有关，所以呢，也就是过去先业所感的什么果报，果报。但是经上面不是这么说，而是讲。啊，这六处处就直接把它称为叫做先业，先业，因为它种在什么？种在业力上，它就直接讲先业。啊，就像误作，啊，误作呢就直接讲什么？变毁哈、啊，误作后变毁，但是它的重点会是在哪里啊？误作啊。那当然，其实如果在《白法明门论》的不定里头，它这个部分是讲毁、眠、寻、视，讲的是毁啊，直接就讲毁。不过呢，在《大圣广武运论》，它是讲在误作，讲在误作，是不是比较重在这个因上面啊？重在前面，啊，重在前面，所以这个叫做因中说果啊。啊，因中说果，啊，就像直接啊，在经典里头讲六处处，就直接讲它是先业。其实六处处应该是果报，但是它种在业上，啊，
种在叶上，所以呢就把它直接就叫衔叶的意思。哦，好，所以世俗上也有很多这样子的习惯，就看有时候我们种在哪一个部分。哦，那总说呢就是心变毁为性啊。哦，心变毁为性，它的特性就是变毁。哦，但是它的名字不叫做毁，而叫做误作。哦，但是在白法名门论它是用毁，它是用毁，所以都可以了哈，就看种在哪一个，种在上面还种在下面，这样知道吧哈。那个是习惯性的问题哈，有时候这个经论不同，那么也会有不同的角度啊，也会不同的角度。哦，那总说呢是因为误作而变毁，那就看种在误作还种在什么变毁。哦，白法明门论是不是还是种在毁上头啊？哦，变毁后悔的意思。哦，但是在广武院论种在哪里啊？种在误作之后才变毁。哦，好，那本文就讲说此有二位啊，未善不善，于二位中复各有二。哦，也就是到底是在善位中还是不善位中。哦，那在善位中呢有两个。哦，就在我们的第225页。哦，当然这个也相对着我们的本文了哈，相对我们的本文说，若善位中先不作善，后其毁心，彼因是善，毁亦是善，有没有？啊，也就是在善位有两个位，一个是善位跟什么不善位，善位里头有一个叫做先不作善，第二个叫做若先作恶，有没有？这样知道吧哈？所以总共有四种状况，这样理解吗？啊，是看是在善位中的呢，还是不善位中的？这是不是这有二？然后这当中又有一个先不作善，或者作恶。那当然这个相对的是不是也有先不作善呢，啊，作恶。还有一个已经怎样做了善，是不是总共有四个？哦，若先做这个再加个先啊，总共是不是各有二啊？它有两个位嘛，哈，善位跟不善位，然后呢，各有两个，所以总共是不是四种状况啊？啊，四种状况。所以在我们的第222页的本文有没有？啊，此有二位，为什么善不善位，对不对？啊，在善位当中，哈，啊，于二位中是不是复各有二？这样看懂了吧？哦，好，那么从善位来看待，先不作善，第一个叫先不作善，第二个叫做若先作恶。哦，好，在倒数第二行，若不善位有没有？先不作恶。第二个呢，若先作善，这样看到没？哦，好，那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在善位当中，啊，在善位里头呢，我们如果就是我们的心呢其实是善良的啊，而后啊这个后悔怎样呢，过去怎么不去作恶，起了后悔的心，有没有？好，啊，所以呢就是说在善位中啊，第一个就是说先不作善，就是诶，我过去我先前为什么我不去作善，而我起了后悔的心。好，那因为这个因呢，起了这个误作本身，它是不是善的？后悔我过去怎么不做善？啊，彼因是善，所以它这个悔亦是善呢，啊，
悔就是善，因是善，所以呢这种懊悔它也是善的。好，那我们也可以对照到225页这里，也是讲到嘛，本来应该好好的做善事，但是我当时候我为什么不做，我为什么没有去参加啊？比方人家在这个呼吁在呼吁说某某灾害当中很多受困的人他们需要我们的这个援助啊，那当时候或许在某种状况之下我没有去参与，然后事后怎样后悔厌恶，说我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做善，那这是不是善的啊？这是善的因为因是善，误做的这个因这个厌恶自己不去做善，那这是不是是善的是善的心，所以呢他的这个果悔呢也是什么善的是善的。第二个呢，如果过去先做了什么恶起了悔心，那因为彼因不善，悔即是善，有没有也就是说过去我可能怎么会去做这件事情我怎么会去这个去说人家的坏话或者去搬弄是非让他们两个人之间交恶，那这是不是已经做了恶，造了恶业而这个时候呢后来起了悔心那因为彼因不善的缘故彼因不善嘛，那我这个时候后悔做了不善，是不是它就会变成是善呢这应该没问题吧因为过去所做的是恶，而我后悔过去做的恶，所以呢这个是善的这是善的。好，那第226页这里也讲嘛如果是不善位来讲的话，也就是有两种状况所以如果是善位，那么结果都是善，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结果是善的，我们把它归到善位里头去了，结果是恶的，悔之后是恶的，就归到不善位去好，所以所谓的不善位呢，也就是先不做恶后期悔心啊，彼因不善呢悔亦不善也就是说我过去为什么不去造作这个恶业，而这个时候后悔，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不善的我当时为什么没打他两下当时为什么没有骂他那么当时气得不得了为什么我就没有去骂他，那这个是不是先不做善呢先不做恶了这个过去没有去做恶而后悔想要去做，我当时为什么没去骂他，没有去让他生气或者没有报复之类的，那这个时候后悔后期悔心，那因为这个因不善，我们后悔不善的后悔恶，后悔没有去做恶，是不是也是就是一种恶就是一种恶，所以呢悔亦不善呢好，那如果先前所做的是善而后期悔心那么也就是说我先前已经造了一些善业比方我也去布施了也去这个去供养了，但是呢事后后悔，本来是善的而后悔，是不是就变恶了所以以前也常讲说，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经济能力不一样千万不要这个跟着大家一起这个人家说我要捐多少，然后就花的那个钱数太多了，结果回去后悔了，是不是因为一旦回到家里头这个家庭小孩子要上学了，要学费要缴电费，要缴什么什么什么费会发现说家庭负担那么重，我哪有余力去布施供养，后悔了，那这样子是不是还是变恶虽然好不容易有布施供养的心是善的，所以我们说布施供养的心是比较量力而为一定要在我能力范围以内的，免得后悔免得这个变悔，有没有一旦变悔是不是又变恶了
就会变恶了。虽然这个先做了善，却是后期毁心啊，因为彼因是善呢，所以毁就变成什么不善。所以这个叫做不定业，叫做不定的不定啊，有四个不定嘛啊，那这里是用误作啊，那白法明门论是用什么毁啊，用毁啊，重在变毁这个部分啊。那么以大圣广武运论是不是重在误作上头啊，误作上头啊，厌恶自己所做的或者没做的啊。好，所以大概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他这个变毁之后到底是善或者不善，那是不是就要去分辨了，它是不定的啊，看在什么状况之下啊。所以有四种状况，是不是有四种状况啊，那各有两种是善的，各有两种是什么恶的，这样可以分得出来吧哈。好，那接下来呢就是眠啊，白法明门论讲的是眠。好，那么我们大圣广武运论讲的是睡眠，云何睡眠，有没有？啊，位不自在转，昧略为性啊。啊，那导师在这里的解释呢，说这里的睡眠不是睡觉的意思，因为它是一种心所法啊，它是一种情绪啊，啊，是心王所相应出来、所变现出来的嘛，啊。所以呢并不是糊里糊涂睡觉就叫做睡眠哦，主要呢是因为怎样昧略的关系，昧就是不明白，略就是变得很简略了哦，也就是本来我们对事情清清楚楚，那就没有睡眠的这种心所的出现，但是如果我们迷迷糊糊的不清楚了哦，慢慢的那么就这个睡着了，那这个也就是一种什么昧略，不明白而简略，而就例如打瞌睡也是啊，这个一早来上课也是希望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过程当中啊这个疲倦了或是啊，所以这里也讲到嘛，平常我们都会认为哦会觉得说身体太疲倦了啊之类，是不是也会打起瞌睡啊啊，会让我们这个慢慢的意识上没那么清楚，没那么明白，然后呢听的就简略了，详细的听不进去了，可能啊听到其中一句话两句话啊，慢慢的一句话两句话都听不进去了啊，所以呢这里的睡眠不是在讲睡觉本身，而是在讲我们的心智从清楚而变得不清楚的过程啊，昧略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因为昧略打瞌睡呢，就会显得不自在啊，就不自在啊，因为所有的不自在就是身心不听打招呼，不由自主的意思啊，自己做主不了啊，我也很想好好听，偏偏呢一直打瞌睡啊，那是不是也是一种不自在啊，啊也是一种不自在，自己无法做主叫做不自在啊，也就是我们的那种睡眠心所啊，这是一种睡眠的心所发的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就是不自在转啊，在整个这个意识上面的转变呢会变得非常的不自在啊，不自在，那么而且呢昧略为心啊，那当然我们说啊，导师也讲嘛哈，太疲倦了，那当然应该要好好去睡一睡。但是有一些人他并不见得疲倦，而就是爱睡，就不断的啊，这个有的人叫顶民，有没有？属于顶民那种型的，他不一定是很疲倦的，啊，确实一直养成比较这种那种睡眠的心所的成分变得多，那这个就不见得好。啊，这个就不好啊！疲倦该睡了，是不是也应该是的哈？也应该睡，并不是说就不能睡啊。适应我们的心理啊生理状况，当然该睡还是要睡。睡饱了，是不是也才能够这个啊？这个意识上比较清楚明白啊，也比较能够清楚明白哈、啊。好，所以呢，这里啊，在本文也讲哈、啊，不自在者呢，
未令心等不自在转，是痴之分啊。啊，所谓的不自在就是我们的心啊本身呢无法自主啊，比较无法自主啊，想要清清楚楚呢却清楚不来，那么也是一种不自在转啊。为什么呢？因为愚痴的成分多了啊，愚痴的成分变多，我们自己呢自主不了，我们的很多心情也是啊，我们自己自主不了的话呢也是痴的成分会变多啊。啊，那又此自信不自在故，令心心所集成昧略，此善不善即无忌，能与过失所依为业啊。啊，也就是这种不自在啊，这种自信的不自在啊，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唯识里头，是不是就会有自信的出现啊？如果是中观波瑞呢，会不会这么说？就不是这样的说法哈，因为。波瑞中观是不是就否定自信啊？哎呀，但是唯识还有真常呢，他还是有自信的哦，还是会有自信的哈、哦。就是讲的是比较深的这种心性，啊，我们的心性不自在啊，因为唯识，啊，虚妄唯识系跟真常唯心系是不是都属于有中啊？是有自信的，是有，不是没有。那么。波瑞中观是不是才属于空中啊？所谓的空就是在否定自信的存在啊。哦，所以呢，这里还是会有自信的哈。唯识里头，也就是讲比较深的这种心性啊，因为心性不自在的缘故呢，就会让我们的心心法，心指的是心王、心所的意思啊，让我们的心王，心王是什么？意识的本身，我们有八识嘛，对不对？是不是有八识啊？前五识、第六、第七、第八，还有我们的心所啊，不止心王，还包括什么心所啊？那么集成昧略啊，啊，所以他这个会具有自信的不自在啊。那为什么会自信的不自在？就因为有什么睡眠的心所构成，让我们的意识。八识还有我们的心所，尤其第六意识心所是不是特别多啊？啊，那一旦睡眠心所起来的话呢，那么那个善心所是不是也会变差了？恶的心所也会增强呢？啊，那么这些总说呢，都会比较怎样？昧略哈、啊，也就是不明白啊，而且简化了，哎，然后不清楚。啊，逐渐的不清楚啊，但是呢，在说，当然我们刚刚讲那个还不够周全了哈、啊，也就是说，所谓的睡眠的心所，它本身呢，三性都有，它其实三性都有了哈、啊。当然，我们刚讲的是比较恶性的部分，其实它一样有善性。什么状况有善性呢？啊，比方在睡梦当中啊，睡梦当中还记得念佛，哦，还记得念佛，那这是善的心所。哦，所以他的这种心所是 不定的，是不定，他可能善的，也可能恶，恶的成分多，啊、哦，恶的成分多。所以呢，他说这也讲到嘛，梦中如果还记得念佛，哦，还能够梦到佛菩萨，那这样子睡眠的心所还算是什么善心所，哦，还是善的心所。但是如果在睡梦当中啊、哦，这个昏昏沉沉、迷迷糊糊，还在做坏事。那这是不是就是恶的、啊、恶的成分会多一些了。那当然也有一些无所谓善不善呢，那么就是所谓的无忌啊，也就是无忌啊。所以呢，睡眠的心所呢，它是通善不善跟什么无忌啊，在我们的第228页第一段最后面有没有啊？好，那善睡眠心所虽然它通善不善无忌，但是能与过失所依为业，有没有？它还是过失的成分多，过失的成分啊。所以在睡眠心所要起善，那是不容易的，对不对？那也要相当有善根啊。比方在梦中啊，非常恐怖害怕当中，那么我们的那个佛号还出得来，那是不是也是一种功夫啊？哦，那是一种功夫哦。那几乎呢都是什么过失多，过失多啊、哦，尤其不断的睡眠
不断的迷迷糊糊的不断的在睡眠的话呢，也是容易引起什么过食啊，尤其会空诵时日啊，都睡觉就睡过去了啊，三分之一的睡眠是正常，但是超过了是不是就会浪费很多的时间啊。所以佛陀也常常在警惕我们的什么睡眠啊，所以要睡眠之前要做光冥想，做光冥想啊，观想诸佛菩萨啊，那这样子的睡着呢还有相当的一个警觉啊，免得耽误了耽搁了正事啊。所以呢睡眠的心锁啊，睡眠的心锁它是不定的啊，是不定的心锁，毁眠都是不定的心锁啊。那当然若眠啊，睡眠心锁呢这个不善的成分多，善的成分少，对不对？好，好，那还有呢，就是什么寻思啊，寻思。好，所以接下来云和寻啊，为思会差别，一言寻求，令心初相分别为性啊。所谓的寻或者思，一个是粗的。一个是什么细的，一个是比较动态的，一个是比较静态的啊。那么他们的这个相同点呢，都是思会差别啊，思会差别啊。好，所以呢在解释里面也讲到啊，所谓的寻思呢，也就是所谓的觉或者观呢啊，平常的一个觉醒，其实也透过寻思寻的方式哦，观也是，哦，好，那它会是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一种差别，啊，那么也就是说，它所谓的那种，尤其在慧心所、思心所、慧心所呢，都会去推求研究，啊，去研究、去了解这些事情，或者这里面的种种的意义，啊，所以这种心所法呢，叫做寻。也就是它会有思心所跟慧心所的一个特质、啊哦、思跟慧。那么在第230页也讲到哈，因为这个呢寻思呢是专门在第六意识当中才有的，重点在我们的第六意识、哦、在我们的第六意识。那当然像这个眼耳鼻舌身识呢，它是一种直觉的认识。这种直觉的认识，我们说眼耳鼻舌身意身是不是前五识是不是把外面的状况回报回来给第六意识来判断啊。好，所以呢眼耳鼻舌身的前五识来讲都是比较直觉的。啊，都是比较直觉。之后呢回报回来其实关键还是在第六意识。还是在第六意识哈，所以我们在第六意识比较有推求研究的这种思维的作用，好，思维的一种作用，所以叫做一言寻求啊，啊，一言寻求，啊，他的这个一言寻求，也就是他的意识，他有寻求的意识，啊。也就是寻求的意识了哈，这个意言讲的是意识的意思，啊，意识，那寻求也就等于是第六意识哈，才比较有寻求的能力啊，啊，第六意识，啊，所以在第230页第二段也讲到慧，啊，因为有思心所跟什么慧心所嘛，那慧心所它会比较属于抉择分别。我们的智慧的来源也是透过抉择分别来的哦。比方我们说，哎，要听经文法，是不是也是希望能够寻求佛陀的什么智慧，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要去抉择分别啊？比方我们要放下某些事情，是也是一种抉择哦，对不对？啊，乃至于说，哎，深一点的话，就是抉择到底是从现象来看，还是要从因缘来看，是不是也是一种抉择？那是比较深的慧，哦，所以呢，慧本身它就有抉择分别的特质，哦，也是一种认识作用了，哦，那思心所呢，它
带着意识的作用，哦，去求 去理解到知道了以后，还很客观的再继续的去考察去研究去了解。那但是这些思心所或者会心所，那么以寻求来讲的话呢，它比较粗，它是在粗相上的分别。所以我们常说在相上是不是就粗啊，要如何细啊，就要到因缘法去才会细，哦，所以呢在追求如果寻求的都是粗相上的，哦，那么这个叫做寻的心所，寻的心所，哦，也因为有推寻，哦，有寻求，所以呢就会有乐处苦处等所依为业，哦，好。那这个我们回到本文哈，在我们的第229页，有没有啊？一言寻求嘛，哈，令心出相分别为性，对不对？啊，都比较在出相上面，而且它这个分别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啊一个特质，因为也都在第六意识啊，因为言意者有没有未是意识啊？上面是不是有言意寻求啊？的这个言意呢，就是意识的意思。也就是在意识上面它是有寻求的特质，那有寻求的特质的意识是不是就是第六意识啊？其实就是以第六意识为主了，哦，那第六意识呢的思心所是不是 很重要的啊？造作善恶业力的思心所是不是在第六意识啊？是最大的一个关键嘛，哈，所以事中或依思心所，或依什么会心所而起的意思，啊，当然用思或会其实都是简略了什么心所，因为这些是不是都属于心所啊，啊，都属于心所，所以呢，这个或依思或依会而起，啊。那会的话呢，就是它还有机会哈，当然在会有浅的会，就是在粗相上面的，哦，那还有细的会呢，就在这个因缘上，哦，去寻求更细的这个部分，哦，所以呢如果以寻来讲都比较粗，所以都是在分别粗相者有没有，哦，为寻求平一车胜等之粗相，也就是比较在表象上面啊，看到花瓶啊，看到衣服啊，看到车胜这些来讲的话，都比较看在表象上，所以比方我们哎看到别人哎拥有某某好车，是不是自己心也会想要啊？这是一种寻的心呢，啊，也是经过了这个粗相上面执着了那个嘛，啊，去分别了之后呢，也想要。那往往也都是在哪里啊？在第六意识，啊，在第六意识。所以呢，这个寻它本身是粗的。那相对的，我们来看细的部分哈，在第231页的本文有没有？它属于细的，令心细相分别为性，有没有？细相者位于平一等分别，啊。分别细相成不成等差别之意，有没有看到，哦，所以那个细的部分呢，其实就是说它成不成，就是它因缘够不够来成就所谓的这些现象的意思嘛。细的话是不是比较在因缘里头啊，哦，会，所以我们说这个从肉眼啊，哦，要去打造什么慧眼，那其实不是从慧眼，不是从肉眼来打造，是从第六意识来打造，是不是要从第六意识去打造啊？啊，所以呢，这个慧它本身当然也有在表象上的慧，啊，比较浅粗浅的慧，还有更细的慧，啊，那如果寻的话呢，就比较在什么粗的表象上面，啊。但是细的，所谓的细就是这些平一车胜等分别啊，分别细相的成不成等差别之意，有没有啊？细相也就是其实它如果从中观为中观般若来看，就会知道其实就是在讲因缘，
因为因缘能不能汇合，是不是才有现象的存在与否啊？对不对？好，好，那在寻方面呢，会有乐处、苦处等所依为业，它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呢，就在于什么？乐处跟苦处啊。好，那这个部分呢，在我们的第230页的后面啊，最后一段有没有看到？啊，也就是说，我们这种寻心所会起乐处或起苦处啊，那往往什么时候会起乐处跟苦处呢？也就是因为寻心所就专门去怎样去推究啊，去推理去分别嘛。那弄懂的话啊，弄得懂是不是就很高兴啊，很快乐？弄不懂呢，求不到，推求不出来呢，是不是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那就是苦处啊，就会有苦处。那心里头啊，这个哎，明白了啊，透过推究而发现了或明了了啊，或者透过这个推究而懂了啊。有时候哦，突然间懂了佛法，是不是也是一种乐处啊？啊，寻啊，透过寻思的一个方式啊，也会起乐处啊。起乐处之后，就会有乐受。啊，所以呢，这个苦处、乐处都是依循而起，也是依循而起。所以我们要想要去明白理解，那就看是要明白理解的是粗的表象呢，还是更细的因缘，那就是会有循跟似的差别。啊，那循跟似的那个，往往都从什么思慧差别而来的。好。好，所以呢，以上这个部分是属于寻思心所寻，对不对？啊，寻，然后四呢，它也一样哈，云和四，在230页有没有？它也一样是思慧的差别，啊，也等于是透过思慧的那种分别了，啊，一言四察有没有？这个一言是不是就是意识啊？有四察的意识。啊，有四察的意识哦，啊，令心细相分别为性，让我们的心呢，不是只有在粗糙的表面，而还要更怎么样，更深细的去分别为它的特性，尤其在修定的时候，更是清楚哈，要更是有分别的啊，更是有差别了哈，啊，尤其呢。这也讲到所谓的初禅、二禅、初禅、然后有二禅、三禅、四禅，对不对？这个当中有一个中间禅，然后这是二禅。初禅都还有寻有思，到这里呢就无寻有思，在上面呢就无寻无思了。表示在这个以下是不是都是有寻有思啊？哦，以下平常几乎都是什么有寻的，我们在欲界里头是不是不断的在寻追寻啊？修定的时候是不是才有机会有四，哦，我们大部分这个是很小的部分，大部分是不是都是在寻的状态？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在寻的状态，透过修定有机会让我们的那个寻的粗，啊，粗的那种特质变得细一些，
变细一点，但是这个部分都还是非常的少，再慢慢让那个四变多，再让四变多哈、啊。所以进入初禅，初禅的话呢是有寻有四，啊，到二禅的话是无寻无四，中间，啊，中间呢，啊，会有一个无寻有四，啊，那个寻就逐渐没了，只剩下四。只剩下四，啊，再上去，啊，再上去的话呢，那么就无寻无四了，无寻无四啊，所以那个粗细也可以从这里来看，越下面是越粗啊，越上面越细，啊，越上面越细。好，那以佛法来讲的话呢，并不只是希望修定的这种越来越细。所以往往还会把因缘放到里头去，啊，比方我们现在在寻的状态里头，也有能力去慢慢的去想到更细的这个因缘，啊，因为以佛法修定是希望能够怎样，定慧要结合，不是只有修定啊，而是不是要跟慧的去做结合啊，啊，去做结合才有机会解脱，才有机会解脱哈，啊，用以佛教的。这个目标，啊，不在于到色界或者无色界，而希望能够怎样，能够解脱嘛。所以必须要跟什么，跟慧要能够去做结合，啊，要能够去做结合。好，那这里的寻四哈，导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在第232页中间这一段，他说就好像一只猫，啊，猫要捉老鼠，他就东张西望，东跑西跑。到处去找找老鼠，啊，我们的心事也如此啊。那个寻是不是很粗的，啊，目标都还不知道在哪里，但是都总要看东看西的，啊，等到那个猫发现说，哦，有一只老鼠从某一个洞跑出来了，啊，于是呢，猫就不动了，它不要东跑西跑了，它就守在那个洞就好了，它就守在洞，慢慢的看，啊，就盯着。他的那意识是不是比较集中啊？而且呢，他看得比较细一点，他不用跑，不用去看那么多啊，去寻找那么大的范围，他只要小小的范围就够了。他集中，不再东张西望了，啊，他就很集中，就守着那个洞，他是不是就有机会去怎样去抓到老鼠？啊，他也不用跑跑跳跳，啊，所以呢。寻就好像还没看到老鼠洞之前东跑西跑，我们的寻是不是也都这样子的，比较漫无目标的，到四的时候呢，它的目标比较清楚，而且比较细微，比较细腻，比较怎样，比较静态。那寻是不是比较动态的，啊，所以我们说，哎，在向上我们就容易动态，等到我们慢慢去找到目标之后，是不是就会 静止下来啊，啊，也会比较细腻一些。好，那我们这堂课先讲到这个地方哈，阿弥陀佛。